Hello， 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DJ 威。今天老师会教你们做这个万圣节的手工。OK， 小朋友们，每个人都会有这个万圣节的手工，请小朋友们从袋子里面拿出来哦。OK， 好，小朋友们会有两张这个 U shape 的这个 ，OK， 两张这个 U shape 的黑色纸，跟一个去粘这个，看到吗？它可以开的。OK， 好，这个两张红色的纸。跟两张小张 orange 色的内底型的纸，还有这个白色的脸，还有这个两条金色的铁丝，请小朋友们准备剪刀，用剪刀时候要小心哈。OK， 好，现在我们开始做。OK， 好，这个呢，这个这样放着。OK， 好，我们先把这个放在上面，这个呢是要跟这个对齐的选的。OK。这个还有这个旁边有多出一点，对不对？要自己修哦。OK， 要修一点。OK， 好，这个用粘纸粘。粘这个后呢，这边有多余是不是？我可以用剪刀修。小朋友用剪刀的时候要小心哈。一样形状啦。OK， 过后呢，这个铁丝是放在这边的。OK， 就是这样子的。好，用粘纸粘。它两只脚粘好了，过后这个两张红色的纸，记得哦，这个尖尖是向上面的。OK， 这个同样也是用粘纸粘。你们可以撕小张的粘纸。这个也是，OK， 这样子就可以了。OK， 再来，这个黑色的纸呢是盖在上面的 ，OK， 盖在上面的。这个呢是用浆糊，可以用浆糊粘下去 ，OK， 用浆糊粘。OK， 这个是眼睛，它贴在这边中间的。OK， 好，涂上浆糊，粘在中间。对，这个 orange 色是纸，粘在这边，这是火来的。所以尖尖是上面的。OK， 这样子就完成了。等小朋友们做好的时候呢，这个下面可以开起来。OK， 它是不倒翁。OK， 这样推都不会倒的，看到吗？谢谢你们，拜拜。